电达奇趣蛋，韩新奇玩具，韩爱吃这个的小孩。大家也不去游戏啊？去那个药铺。啊哪？去游戏。恁的皮肤哪会拢遐敏感嘛？这大几工尔？昨天贴到睡觉，贴太久。嗯，我们打几礼拜啊？快要吃光光了。简答，那里面是什么的玩具呢？你打开它。嗯。你打开。那你是比较喜欢吃玩具，还是比较喜欢玩巧克力？嘿，不是吃玩具啦。哦，不是吃玩具啊。那你比较喜欢玩巧克力，还是比较喜欢吃玩具？嗯。没有说啊，那这个没有不要了哈。要。这个要吗？那这个，嗯，行。